为了让新兵更好地了解李兹戍边模范连的历史，传承老一辈先烈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、甘于奉献的精神，每次新兵下连，连队都会安排新兵们来仲八县烈士陵园进行瞻仰和祭奠。在里面发现了有些烈士就是年龄比我还小，感觉很震撼嘛，居然那么小就已经牺牲了。我就觉得我也应该扛起这种担子，好好的保卫祖国，应该传承他们的那种精神，学习他们。